如果你只想一个交代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清清楚楚的答案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总会有着痛相伴，想谁也想不通。我是不是搞砸了？我不要。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要追上去啊？没关系，丫丫，你既然肚子饿的话，先去吃饭好了。其实我肚子也好饿，可以，但是我还是要先去找欧贤明。小苹果，小苹果。小苹果，小苹果，小苹果，你。但是我没有办法，为什么谈恋爱这么痛苦？我不想再谈恋爱了。你想哭就哭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对我跟小苹果都好。徐老师，欧贤明，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做啊？不然我还能怎么办？以我现在的状况，再这样继续跟小苹果纠缠下去，我只会耽误他而已。欧贤明，你告诉老师，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了？我已经决定，等我爸状况再好一点，我要带他去美国就医。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，所以。我了解，你有你自己的规划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不需要对小苹果这么的狠。你大可以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告诉他，他有脑子，他会思考，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好好的商量这件事情怎么解决，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徐老师，我很了解小苹果，他只要抱持着一点点的希望，他很有可能会等我。与其这样，
不如趁早断个干净，让他快点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。孩子，你真的不需要一个人扛起所有难过。你有山猪、阿翔、所有同学，还有老师我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呢。徐老师，谢谢你的关爱，你已经帮我够多了。可是我也应该长大了，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爱情而已。我相信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跟小苹果一定都能够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心怡，你如果心情不好，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我说，我愿意听你说。其实我没有参与你的过去，没办法给你什么意见。但你会这样子，我就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普通朋友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，你都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成为你情绪的出口。其实我是很心疼欧贤敏啦，我知道他是故意这样说，也知道他的苦衷，可是我却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心怡，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了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每个人自己需要去面临的课题，旁人的帮助其实是有限的。因为到最后，所有的困难都得靠他自己走过才行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有人可以倾诉的感觉，好像还不错。Dear 贤明，无论多久，我都会一直等你。贤明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我也可以一起照顾黑虎阿伯哦。贤明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没有你的学校，好无聊哦。今天有没有睡好？适当休息很重要。我今天考得不错，是不是很棒？ Dear 贤明，我今天也非常想你。贤明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今天还是好想你，要怎么办？我们说好要永远在一起，记得哦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。不可以再这样下去。